近来你好想啊 ，Benny， 我哋一齐做啊，几个歌咏团轮住啦，每个礼拜咧介绍一首歌，好使呢朗朗上口嘅，有意义嘅，咁啊变咗呢藏之在心，宣之以口，是灵修嚟噶。用歌曲的方法激励我哋跟住基督。今日呢，我想用一首五谢经。五谢经呢，你哋识念吗？念过的举手。系念过。我细个的时候呢，晚晚念噶。在传统的日课里面，我们读一读它，然后唱，一谢天主生养照顾之恩，二谢天主降生救赎之恩。这个就是信经咯，信经里面讲的天主的创造照顾，天主子来到人间救赎我们，我们的信德。三谢天主是什么？赦罪赐重之恩，赦罪赐重，一方面呢是洗邋遢，赦罪啊，赦罪，我们求天主宽恕，但同时天主赐下他的恩典，所以赦罪赐重之恩，一日都要。四谢天主点啊？赐我进教，引我升天之恩。感恩的，今朝早我见到白敏慈神父在这个洗礼池为一个 BB 仔灵洗，都不是 BB 啦，都几岁的啦，三岁到啦，知不知道很难搞的。那为他灵洗，因为为什么他赶住做什么？明白吗？又是疑问咯。我参加最好的一次婴儿洗礼，感动的，他25分钟很激荡地帮了你家人，不长气，那家人很开心，因为他知道这个小朋友跟他们一起成为基督的子女，进入一个新的人生，迈向永生。所以各位，我们要感恩我们教友啊，感恩今晚我们坐在这里赞美天主，感恩今晚我们看到天主爱我们，赐我进教，引我升天之恩。所以外面有些叫进教位。五谢天主呢，至今至今至今无数之恩。你数得尽天主的恩惠吗？数不尽，数不尽。其实天主照顾我哋，有时通过好多人啊，好多事啊，有啲我哋都唔知嘅命啊，但系咁天主照顾咗我哋，所以我哋多谢天主嘅时候要互相多谢啊，所以我多谢大家噶，都要多谢自己喎、啊，互相多谢，因为天主就咁提携咗我哋噶，兄弟姐妹。就让这个五谢经陪伴我们除旧更新。一谢天主生养照顾之恩，二谢天主降生救赎之恩，